人类透过大清善的大隧道无知无明，现在透过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小清水桥，代表我们的人体都是在一个当下完全开展透明的。感恩佛法不可思议，感恩一句阿弥陀佛，让我们进入最维系的维和。我们透过我们的态度行为改变我们人类的思维，从行脚台湾印证一句阿弥陀佛，改变人性。我们所有的人类群策群力，共振菩提。